Now, let's move to daily talk.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Amazing! Amazing!好，第一个图片的情境是，当你发现朋友的脸色不是很好看，好，那就问他 What's the matter? What's the matter? 怎么了？好，通常是问比较不好的事情。那像这个小朋友，他的考卷考了59分，他就说 I'm sad. I'm sad. I'm sad. 啊，我非常难过。那除了 What's the matter 这句问句之外呢，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或者是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你怎么了？然后第二个图片的情境是，当你要称赞别人哦，表现得非常很棒，很惊奇，令人赞叹，可以用这句话 Amazing.好像图片这个小朋友哦，很厉害，他会劈腿，然后他就叫这个同学看 ，Look, look， 好，看看我这么厉害会劈腿哦。然后呢，这个同学就称赞他 ，Amazing, amazing， 所以是称赞他非常，令人赞叹哈，很惊奇的表现。